晨晨，晨晨。哎，大家好，我是张鑫。请媒体老师提问的时候把手举起来，我会给大家递麦。好，大家现在有提问的可以举手示意我。这边有一位。报一下电脑媒体名称吧。中心网，就是想问你一下，之前你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然后就是也参加了很多就是对体力上的挑战或者是运动项目，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之前没有经验但是还是要挑战的这些体育项目，然后有吗？当然有很多嘛，那体育项目这个还声音挺大。有很多体育项目都要挑战，比方说什么铅球啊，对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举重啊，拳击啊，这些都挺刺激，挺好玩的，但是还想挑战一下，但是怕被打了以后就不能，还是怕来注意身体。对，就是在这些项目要挑战的时候，如果没有经验，会不会担心自己受伤？会不会担心就是节目组做好了足够的安全的准备？哎，会担心，因为安全还是不管做什么事，还是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是一位吧。然后就是之前你是做音乐嘛，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网站，某音乐网站的就是 CEO 说音乐人做不好音乐产业。就是我想问问你对这个观点你有什么看法？又来了那女的。我觉得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这个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所有的产业发展都需要有，首先是资金要推动，再一个就是也需要有很多人来做。那每个人都是，而且做一个事情得纯粹。你说如果做音乐，你要就说我就希望是我如果做音乐，我可以一段时间全部集中在我的音乐里面。因为我自己编曲嘛，如果我一编曲在编的时候突然又去搞别的事情，那就很分心的，那确实做不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纯粹一点，我就是喜欢音乐，我就是要认真的把这个音乐做好，我不是来敷衍大众的，我是要把这个作品做出来以后给大家看有这样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是抱着一个这样纯粹的心，那个努力的心，我觉得一定会起来的。对，我们中国的音乐一定会起来的。问一下那个这里这里这里那边那边 OK 想问一下，就是前一阵那个您在那个音乐风云榜后台领奖的时候哭了，是因为啥？因为那是我第一个用音乐拿到奖项嘛，所以我本来就特别喜欢音乐，所以就看到就很想，我也想多把我的作品给大家听，所以那个感情很复杂。但是那场肯定会有的。但是粉丝说觉得你是因为委屈。我们想要去问。没有没有，为什么委屈了？很开心啊，开心的演讲。我很想把我的歌给大家听啊，就是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听，这也是我比较担心。那在那个第二季的那个极限挑战里面，你的那个性格和角色会有变化？就应该不会被骗了吧？我觉得这应该不会被骗了，就对。就小绵羊变了吗？不再是小绵羊了，也不老啊，但是确实也挺老的。你说我本来九，我刚刚出道的时候，我还觉得91年还挺小的，现在跟他们一起拍戏，全部94年、95年、96年，还有99年，我的天哪！哇，我觉得突然之间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Hello， 这边你好。是网络还是播的？改变这边。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在今天挑战中跟孙红雷，他每次都说他会无条件的相信你，这个之间的故事和段子是怎么样？因为我这就是，其实就是台下慢慢建立的那个信任吧，就不是说因为我也很相信每一位坚强的哥哥，因为他们不管我做什么事，他们都非常帮我，所以可能是在台底下建立的信任。然后我拿奖了以后，他们还从在极限男人帮那个群里面还给我发了那个祝福的语音什么的，所以很感动，很感动。刚才说在94、95的面前会觉得很没有自信，那是不是可以在孙红雷面前找回自信呢？什么在哪里？在孙红雷的面前找回自信。哦，我觉得那个自信应该是学习他们的自信吧，因为哥哥们他们那种自信真的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他们有很多的
阅历啊、作品啊，那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学习的。像他们的那种自信，是我来学习他们的自信，对，不会找自信还是找自己吧。问一下，你好，一星，我这边是那个凤凰娱乐的，这边有，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有听你的工作人员说，其实你两天忙到没有睡觉了，就想问一下，待会领完奖回家第一件事是干嘛？哦，待会领完奖以后要去拍电影，也不能休息是吗？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大导演吃饭的时候，导演的话在说我们这小鲜肉什么时候是一站呢？对，我觉得这话说的还挺有深度的。什么时候是一站？想问一下一些，我们是中央六的，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电影是？哦，你好。电影实际上是大概是能稍微跟我们透露一下？哦，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闭嘴爱吧》，是我跟郑秀晶一起在拍摄过程的一部电影，是中韩合作的电影，导演是韩国人。然后正在景洪秘鲁的拍摄中啊。想问一下，平时你看的片儿更喜欢看看中内在美还是外在？我觉得如果说句实话的话，一开始当然是看外在了，就是说从通过交流以后看到内心吧，应该是这样。那你觉得如果女生想提高自己的内在，是要怎么提高自己的气质，有什么方法？对不起，我没有听到。你觉得如果女生想要提高自己的内在美，想提高自己的气质，你觉得作为男生这个角度，你希望他们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哎呦，我觉得不要过度去要求别人吧，就是说，就如果是合适的话，他自然而然的合适。我外婆有句话说叫"自然有个自然"，啊，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好，那想问一下，不好意思，最后两个问题好吗？想问一下一心，就是之前在跟李小璐合作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他在片场练舞？练舞蹈。哦，对的，小璐姐她特别喜欢舞蹈，她看我跳舞蹈，她就说："哎，你跳的挺好的，是不是？"那你俩有互相 PK 过吗？或者练舞？男的跟女的都不 PK 了吧？你有看过他跳舞的那些视频吗？哦，我看到，哦，跳得挺好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天秤座还是挺有艺术细胞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别的星座也有啊，我是说。好，大家好，我这是红广的，然后就是因为那上半年都是个人行程比较多嘛，然后很少与其他的 EXO 成员合体，然后呢就有粉丝呼吁，就是希望您呢，就是有粉丝呼吁，就是说希望您是不是打算之后会有更多的跟 EXO 成员一块儿参加一些活动呢？其实我能参加活动我都参加了，就能跑的活动我都跑了，然后马上要 EXO 要出专辑了嘛，我还是会跟他们一起出专辑的，对吧？最后一个问题啊，谢谢大家。你好，对不起，你们这说话太多了。就是像去年你举办了自己个人那个生日会，然后今年有计划吗？还有那个个人专辑有没有计划？因为如果我的生日会，因为我看了一下 EXO 的行程表，可能会跟 EXO 的行程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不一定会今年的行程可能还是在斟酌中吧，因为还是希望对两边都能够平衡好，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谢谢谢谢谢谢一星，那麻烦一星配合我们媒体拍一些照片好吗？站在您的左手边的海报后面，谢谢。美女，你站的比较高。对，那个您左手边，对，往前走。专心，好。好，我表达不太准确啊。来，大家。一心这边。这边。先左边，一星的左边好吗？左边，好，中间，好，最右边，好，3、2、1，然后还得麻烦一星来。